我發現嘅有把握呢個最後一次啦嚇。老高段唔夠人手同佢玩幾多啊？一頂世界人手啊，要玩到完。你唔夠人手啊，點同佢玩過？可以講嚟講。但係咁喎，幫老人家粗糧嚟講，就俾啲後生仔肯做啊，都係睇啲菲傭啊、印傭做啫。呢烏色行業，本地人好少人做噶，除咗係籌款之外。可能係即係中年之類啊，因為佢哋登記嗰陣咧，男性多。喂，講得嗰個，早嗰陣女性多男性喎，我真係㗎，我真係，因為我親戚就喺老人院嗰度準備等死嘅，準備係紅磚孔潮，就係咁嘅情況見過。因為我發現我話最簡單嘅嘢就係社區重建制。有啲失業工工人，你哋嚟改造啲舊區嚟做寫字樓啊、酒樓嗰啲，啲解決少少啊，做啲舊啲仲黑暗啲。呢個醫療嘅，咁啲2009啦，咩新年新希望啊，就噴噴去改善工啊，邊度黑暗啲嘛？